你和谁在网络上聊天啊？我的中学朋友，他移民去了加拿大，但我们还有保持联络。现在朋友去到各处都能上网保持联络，真好啊。在唐朝，当你离开亲友就很难保持联络了。诗人李白的诗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就是叙述送别朋友的感触。告诉我，我可以和朋友分享。好啊，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：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这就是送别诗。是送别谁呀？诗写的故人就是指李白的老朋友，名叫孟浩然。那黄鹤楼和烟花呢？黄鹤楼是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，孟浩然就在西面的黄鹤楼与李白辞别。烟花是形容柳絮如烟、繁花似锦的春天景物，指艳丽的春景。那这句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是孟浩然在三月份柳絮如烟的春天去扬州吧？是的，下一句说的是孤船的帆影渐渐远去，消失在碧空的尽头，只看见长江浩浩荡荡地向天边流去。原来如此，那孤帆是写李白的注意力和感情只集中在那一只帆船上吧？按道理上来说，长江上哪可能只有一只帆船呢？你说对了，写得真好。送别朋友时，我也是望着飞机起飞，看着它越飞越远，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动。我能了解那心情。